你交通路要今年一年，那交通路要查嘛？你那今年谁过桥顺走？三级区当过桥顺，三级区当给女生来的。嗯。哎，哪个今年哪个过桥顺的马西呢？这样干么有的？哪个今年我也在说了，哪个人家不过的？三级哪个省的大地的站呢？大地上呢？你就去过查过有的？哪个省的查过桥没查过的？这三级不，他的距离的，距三公里的。哦，三级那个车的，这三级不，他的距离的，距三公里的。这距三公里距离的，这全部上不查去哟。这这样哪里给你的？这哪里那个叫做长途啊？这还过来的？哪个叫做？所以呢，有了产生了这个出离心之后呢，那我们就去皈依。皈依的时候呢，皈依的对象一般分为三种。那三种的话，这个要了解，不只是外在的这个皈依的话，有这个外在的三皈依，然后呢内在的三皈依，这个要非常的清楚的了解。那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外在的皈依，比如说像佛像，我们皈依的对象佛法僧三宝啊，外向的皈依。那内在的皈依是什么呢？这个是外在的皈依，那对这个佛啊，指引者、法道路、僧结伴同行，那这三皈依处，那内在的皈依，那我们要非常清楚。所谓的这个法，我们的心是什么呢？心是佛。然后呢，了解了这一点之后呢，然后呢，用法来慢慢来把它这个我们的内在的这个心的这个无明慢慢消除。消除之后呢，然后呢，最后我们的心的本质是什么呢？心的用法来这个慢慢消除我们内在的所谓的这个无明，我执。然后呢，消除之后呢，我们内在的真正的本质才是原来才是佛。所以呢，这个真正的那个意思，让自己皈依自己，自己能够这个帮自己皈依自己。所以呢，这个了解了这一点之后呢，自己是本质是佛，然后呢用法来把这个我执去除，无明消除，然后呢，这个自己的相身相原来就是身，所以呢内在的皈依处原来就是自己身上本身具备了内皈依的这个对象。平常巴拉德马西的那这个人上，一切的拉加美丽的送大西，一切的美丽人的那这个他的人着送的，大着的了。他然的那拿出个刚刚的谁那的那的刚是对一切的差了吧？但他的年人着的，他的刚刚过了的着的人不是。咦，去不去？一切有嘛？平常有嘛？就嘛打不的，为什么有嘛？就嘛打不的。以前你看马着把的，女生马着把的，就马打不中，就马打不中，就一两句的没上去。所以他一起结果了，就上这里去结果的，上出两个上这里一起用了，你一年出一起用过的没？两个怕的你上这没就没了，你没几个一起结果嘛？两个上这生意呢，两个人一起又不一年上这个，你一个出一起用过的，一起的两个做过的也是。难受。一切三年前的一切节了，三年把他们发的这个是吧？有嘛的，一样这个干的，然后这个平的，然后琵琶的，一样的瓦松。那如果就说这个就是这样的原因，为什么彼此之间没有这个信心？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把它改正、导正，让别人更加的才对自己或者是彼此之间这个产生信心？那就是很简单。那这个初步的话要有什么呢？两个上帝你进入，他们哪个两个你上帝有了？你修了？你一出一进去了吧？首先对自己的这个慈爱，或者是这个菩提心，或者是利他心，对这个要产生信心。
然后呢用这个然后呢去关爱别人，把这个利他心关爱的心传递出去传递出去之后，那自己也希望得到关爱，别人也同样的有这样的一个期待。那我们用真爱然后呢真心的把这个真爱变成什么呢？利他心，然后呢菩提心，慢慢的把它这个层次慢慢提升，提升之后呢用这样的方式去关爱别人利他，然后呢自然而然又会产生什么呢？彼此之间的互信，产生这个互，不只是产生互信，同时呢这个慈爱慈悲心呢这个不只是能够利他，同时能够利己，那不只是利己而且能够利他，有这样的一个功德，同时不只是暂时的这个互相的信任互相的关爱而已，而且实质上能够帮得到对方，同时呢让我们可以慢慢把这个关爱慈爱提升变成什么呢？菩提心。那这个菩提心的最后的结果初期可以帮到别人中期可以利益到别人，究竟可以完全的像佛菩萨一样利益到别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修持唯一修持菩提心能够得到究竟的圆满的果位，所以呢自利又能够利他，所以呢唯有这个东西这个能够利益把这个彼此之间的这个疏离可以拉近。那同时呢本来所谓的这个互信它只不过是一个什么呢仁波切说它是像虚幻魔术云雾彩虹我们的水泡这么脆弱，它不是真实，它不是真实的，它是虚幻的。那真心本来就是不是一体的，它是因缘的合合，是这样的而已。所以呢，怎么可以信任呢？唯有这个信任、慈爱、关爱、利他、菩提，只有这个才能够暂时可以利益到自己，也可以利益到别人。这个终极也可以利益到自己，也可以利益到别人。究竟唯一利益众生、唯一利益自己的，只有菩提。阿弥陀佛。今天德邦的七十多人以上来今天的给这个人的权利的走的了。德邦要是怕人的搞得起了，可能是忙过了，家吃用过的。人呢，得解决的，这样好嘛，可能是吃起来他怕起了的。这样他们马上就来的，他在家里这个嘛的，我到平时这么搞一趟，这样他们可能怕起了的。你这他在吃用过的，他在吃用过这里这个他来拍到了的。要到这到这个，这平时啊来的可能这里来上面吧，可能这里这就变名堂的，哈可能这里，那他就是做就变名堂的，要不哈可能的，名堂的来你把这个啥嘛？对了，那很久来的，其他个来上了，两万人都有的。对你这个那很久来的，两万人开始要给不给不，中间以后这个两万人谈了过的，两万人谈了嘛，万个来不的，一久没就来，他们出国结算了，他都有的，出国结算几万人就两万有嘛的，其他个没的，出国结算了几万人了，对你万个来不的，哦，他今天就来不的。是吧？今天怕的吧？大哥哩，侬话今天俺他吃，侬话大哥哩，侬话今天的，今天就对了。你是吧？今天侬话今天的，大姐，姐吧？今天的了，怕的吧？大哥是吧？好了，松。啥话今天的怕的吧？大哥哩，侬话今天俺个吃，两口吃多少钱个？咱都家开家干多少钱个了？然后怕家看他才没吃噻，你就吃房间家，这里就他这里就。就是也不惹不着了，这里他来就拍照了，没多少功夫就拍照，可把他这里家媳妇吃了药的。这来就那么就去了，这里咋来些吧？都喊用我这，我这个来就，就俺看俺了，我把他叫他们，你快跑！我把他我的，他一下挂接过去，可就挂接刚刚一下挂接，他来他们接他过来，这他们去了来就没嘛事，一下挂接就有嘛的，一下挂接就哦，他等。 그 안으로 봐도 이제 이 안으로 봐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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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봐
카메 따져가고 이래가 참 좋고요. 那这个当然会有这个国报，因为这个国报，它有这个做法很分就不对。但是呢，我们首先要知道业因果报。 没有了解业因果报的时候呢，那这个业就会一直会扩大。那比如说我们他今天受到这样的霸凌，然后呢过去生他做了同样的事情给人家，那这样的一个果报产生了，产生了之后呢，今天受到这样的他受到这样的果报，那这个因为这个对。 这个过去生的因果不了解之后呢，那这个业就会慢慢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那会产生这样。那比如说，仁波切说，今天因为嗔恨心造了一个业，造了这个业之后呢，让我们这个嗔恨心所造的恶业的果报堕入到地狱，堕入到地狱之后呢，它是没有任何的自主权利。 他是业力完完全全把它牵引到那里，牵引到那里，在那边受到所谓的地狱的八热跟八热跟八寒的这个痛苦。那改天这个业慢慢受了之后呢，慢慢因为它可能有积一些善的果位，这个善的果报成熟之后呢，从地狱当中解脱。 解脱之后呢，虽然刚刚受了所谓的这个业报，但是呢，刚才叫这个业的力量还没有发，业的力量他从那边地狱当中解脱之后呢，因为他这个因为嗔恨心所造的业的果报，这个果报业的果报受了，但是呢，他的力的果报还没有受。 那这个业的力量的这个果报是什么呢？比如说他没有自主权的，万一能够投胎做人的话，他升到战争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嗔恨心的力量，把他牵引到那里去了，投胎到那里，然后呢去战争，战争之后呢又造下很多的恶业，那这个业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 所以呢，这个是业会增加，这广泛的增广，然后呢增重，所以呢，这个因为这个，所以我们要对业要业因果报，业的这个业因果报，这个要了解是非常重要的。那不了解的时候呢，他就会产生这样。了解了之后呢，比如说今天他今天给我这样的一个待遇的时候呢，我们就这个。 做什么呢？做忍辱。什么样的忍辱呢？比如说，他今天能够对我这样的时候呢，一定是我前世对他做了同样的、同等的事情，果报现前。所以呢，我现在开始认识了这个前世的业力的果报的现前，所以我现在要忍辱，对他。 他对我所做的这些，忍辱或这个侮辱，或者是伤害，我对他忍辱。忍辱了之后呢，从今以后不犯同样的认识了这个业，然后呢，忏悔说，从今以后不犯同样的业，这样升起所谓的这个忏悔心，同时呢，立志不做同样的事情，同样的恶业，那。 我们的业就可以断，这个就是忏悔的力量。所以呢，这个我们不只是了解因果，同时呢，对这个忏悔的力量，我们也要稍许的认识跟去认识跟去做的时候呢，那我们就可以慢慢得到这个解脱的果位。阿弥陀佛。